兰姐，怎么样了？他已经被开除了，其他的就交给院里吧。就这么算了。我的目标是庄恩成。好吧，走吧。干嘛？我送你。不是你干嘛呀？我车在这，我来送。我车也在这，我来送。兰姐坐我车，我来送。我送路，我来送。 我爱兜圈，我来送。我是他老公，我来送。穆总注意措辞是前夫。兰姐，哎，刷卡。 兰姐，你想吃什么呀？随便吧。那我就给你买。好，我也去买。文兰，兰姐，我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鸡蛋饼，我给你买了小蛋糕，还有果汁。兰姐，你要吃什么？要不就来个红豆的。我都可以啊。都可以是吧？除了红豆的，全部都给我来一个。神经病吧，这人。真是神经病。哎，麻烦，请帮我快点，谢谢。 小姐姐，可以麻烦你帮我们拍个照吗？好的呀，好的，谢谢。三二一，好了，好，谢谢小姐姐，你们看起来好般配哦，我给你们拍一张吧。可以，可以，兰姐，我们拍一张吧。啊，好好好。来，三二一。哇塞！ 老板，进步神速啊，都合影了。不仅这样，他还跟我说了谢谢。我刚才肯定，他一定是被我打动了。李明轩，帮我把这张照片打印出来，我要摆在这儿。好。哎，老板，那都已经这样了，你还不趁火打？乘胜追击？乘胜追击啊！保护兰博士计划第九条。 雪中送炭，在夫人全力对付庄家的时候，你这个时候，祝夫人一臂之力。那夫人还不感激？感激。那我去了啊。陈经理啊，把我名下的几栋房产都给挂上去，只要价格合适，都卖。芙蓉。 不要担心，下次股东大会之前，我们持有金华50%的股份，我们就能把温岚给赶出去。你笑什么？啊，我刚收到一个好消息，庄文成果然为了收购金华的股份，开始变卖自己名下的房产了。 我们一会儿只要知道他卖了哪些房产，那我失忆期间被骗钱的文件就有据可查了。嗯，您好，温小姐，不好意思，久等了。请坐。好的。陈经理，关于庄文成抛售那几套房产，我们很感兴趣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会全部买下。就在您今天约我的前一个小时，雅苑已经被人高价拍走了。什么？买家是谁？ 老板。
定了。快，我看看。不错，这个月奖金加倍。谢谢老板，夫人知道啊，一定感动死了。喂，怎么了？喂，喂，慕白，夫人，庄恩城的房产是不是都是你买的？对啊，怎么了？你也想买？可惜啊，晚了。我还真是小瞧了你给别人制造麻烦的能力，你将我的计划完美的给破坏了。什么意思？庄恩城现在正在大量收购市面上精华的股份，我本想趁机收回属于我的房产，你倒好，大手一挥，不仅没有阻止他，还让他成功高价套现。哎呀，哪儿哪儿，木兰，木兰。文兰，文兰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的计划。文兰，我知道你在家，你开开门好不好？文兰，文兰，对不起。我们之间到此为止，你以后不要再来烦我。文兰，你不见我，你还想不想离婚了？慕白，你到底想干嘛？我只是想帮你。你想，你想，什么都是你想。你有真正了解过我吗？你有知道我想要什么吗？你就是一个又偏执又自私的人，一切都要按照你的心意来。你要去哪儿？去离婚。你能不能冷静点听我说？我买庄文成的股份只是为了帮你，你如果担心他有钱了收购了精华的股份，我可以帮你高价狙击他。所以更坚定了我要跟你离婚的决心。半年前我示意嫁给你，为了你我放弃自己的事业，现在你口口声声说要帮我，你觉得花了钱我就要感谢你？我是温岚，我有我自己的骄傲，有我自己的追求，你了解过我吗？你知道我想要是什么？你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尊重。对不起，之前是对你有些误会，但其实这一段时间我都想办法去弥补的。你想弥补的是慕斯集团和蓝博士之间的关系，而不是我。你真是这么想我的吗？对。好，我同意离婚。